吃光全宇宙阴曼谷、Most 帅吃光天使 in history Special 美男子 So cool, so 厉害，不是这道什么意思啊？不一样的美男子，我爸八块腹肌太帅了。哦、What's that? 哇，是你啊！啊，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不一样的美男子 is coming。不用跳跳跳舞，怎么跳来怎么打分数，看不管怎么流行路数，享受快乐享受不用数，吃光开开开开开开开哟，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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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光开开开开开开开，说叫 E A T I T eat。今天吃光全宇宙来到了泰国的首都曼谷了，谢谢四海八汪说走就走老司机带你上宇宙的携程旅行冠名播出，谢谢你们。今天呢，这个任务跟主题到底是什么，一定不是由我们来公布，是由当地人来公布的。สวัสดีครับ สวัสดีครับOkay, welcome to our show. Okay, สวัสดีครับ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เข้าสู่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นะฮะเมืองหลวง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รับแล้วก็วันนี้เรามี4หนุ่มหล่อนะครับก็เดี๋ยวเราจะพาไปทานอาหารกันนะฮะซึ่งแต่ว่าจะมีเกม1เกมก่อนไปทานอาหารกันก็คือเกมที่มาเล่นกัน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แล้วเดี๋ยวฟังอีกครั้งนะครับคุณจอมจะทิ้งตัวเองออกไปอีกครั้งนะครับถ้าจะพูด这个我们男生真的非常的帅气这一边他并没有说这个我们的男孩真的非常的帅是不是就夸我们说的是今天你们的主题是不一样的美男子哦，哇！哎，请寻找表里不一的食物。表里不一的食物，就是明明看起来是咸的，但吃起来是甜的。明明看起来很丑，但吃起来很好吃。对，或者明明看起来很好吃，但吃起来像粑粑一样。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把我们的 slogan 再说一下吧。是时候用吃来解决问题啦！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不一样的美男子，哈哈哈！那我们的吃光天使一定也是一位美男子吧？想想还有点小激动的，那他是谁呢？这是您第几次出国呀？第一次。Oh, baby.那你给我们说说都带点啥呗？哎呀，带老多东西了，扇子，二人转我要转到泰国啊，手绢到那全能玩上，我给赵四儿先去打个战，你看我回来跟他怎么显啊？那个，老四。听你牛话，你就说了。咱们下山谁出过国呀、啊？也就我能哥呗。你等我回来之后，我全部就外语，我看你能不能懂。下山最潮的人就得属我能哥。你呀、啊，你别没事吧，就是无中生有。走了。哎呀，我面膜没摘下来呢。哎哎哎！
这太激动了，这咋整的？把第一次给了泰国。其实我倒想着这刘能、广坤、赵四儿、谢大脚，这四个人给他组成一个组团来一趟泰国。那你看得啥成才？首先，刘能就得照顾谢大脚，撒撒吧，滴卡。完了，赵四儿呢？你想想，他独来独往，你说他要丢了，咱得上哪儿找去吧？青宇，你咋这么说？你那我就得看见人打听赵四儿，咋打听见？有一个抽巴嘴儿，他叫赵四儿。你看不看这人？看来我今天用低调的方式跟你谈不了。智慧啊！人家拿枪呢！哎呦我的妈呀，给我吓坏了！哎呀，他们特地是开着警车给您开道来的，是吗？啥心情？牛呗哈！赵四儿，赵四儿啊，能哥在泰国多大面子？下次来，我可以给你们当导，是顶车开道，看后边摩托车队多场迎接我。你们行吗？啊！真是一波三折呀，一路上的奔波劳累，我们期待已久的美男子啊，终于姗姗来迟了。曼谷真的是热到啊，你看我们的游泳都脱水，从大游泳变小游泳。哇，脱了太多水了吧，这也腿毛都没了。有请我们这一次在曼谷的飞行嘉宾王小丽老师。
做功课，没问题。然后呢，我们要走遍整个曼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啊，最后再回到这里来集合。OK， 好，所以那我们就分头进行。欧了， okay. 好不好？好，这么的吧，我先跟宝仪他们走。哦。那我们准备出发了，走，是时候用吃来解决问题了。我们的吃光天团带着吃光天使的礼物出发了，只是这包里到底装了什么好东西呢？能否帮助他们找到表里不一的美食呢？我会很想给他呈现的是一种爱爱内含光的方式，所以爱爱内含光就是看起来真的很不起眼，但其实里面的光芒你触碰了之后会发现无法抵挡。哇，萨瓦迪卡。哇，你认得出来吗？认识啊。啊，这样都能认得出来啊。王老师好，我感到特别的荣幸。是吗？因为我希望这一次能够给王老师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从此呢就觉得对世界的探索感到很开心很开放。我的第一次给了你们。我首先先谢谢你呢，我给我一张信用卡，所以今天我决定让你吃大餐。因为明天呢我就要带我们的飞行嘉宾来这边吃好吃的泰式料理了。先打开我们的携程旅行，然后他就会出来栏上餐厅的所有介绍，看到没有，美食零甄选。明天应该是20号完成，三个人来吃完成。好，发数。这个环境好不？这环境非常好。先给你介绍一个这个外部的建筑，这是一个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是啊，你外面虽然看起来非常的西式，但里面是很泰式的，而且你看都是国际的友人来这儿用餐。所以今天呢，要给你味觉上的惊喜。来，王老师请进。好，有请王老师。走。萨瓦迪卡。耶 ，Thank you， 卡布卡。宝仪姐的品味果然名不虚传呐、啊！这家泰国饭店是曼谷最上档次、最有格调的饭店之一。饭店最有名的是做泰国宫廷菜，那菜可讲究了，那味儿带劲，吸引了全世界的名人慕名而来。前一天已经提前来到这儿用过餐的曾宝仪，会给王小丽和刘维准备什么表里不一的美食呢？今天呢，第一次招待王老师来一个特别的体验，这么好的一个餐厅。其实，在泰国吃饭呢，他们有一些固定的规矩，不同的菜有不同的规矩。然后这个菜上来了之后呢，两位可以根据各自的人生体验来看一下这道菜要怎么吃。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差错，不好意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我们的菜端走，这道菜你就没办法吃了。不愧是宝仪姐呀、啊！为了能够让王小丽老师深刻地感受到泰国的餐饮文化，王小丽老师需要用正确的方法才能够吃到菜。如果吃法不正确，那就得挨饿喽。想吃顿好的，哎，真的不容易哦。天哪，小丽老师第一次来泰国，这是她第一顿菜，你就给她整这事儿。这家餐厅有各个不同国籍的服务员。所以它可以服务各个不同国籍的、哦。来，你看，我们马上就有会说中文的了。你们好。哦，我回家了。你太开心了，知道会说中文了。兄弟，什么？兄弟，你就不要走了。哎，就是在这儿了。没事，我这样就不走了。我离不开你。好吧。请问我们这是什么菜？这是今天的开胃菜，这边是金黄色的，其实它是由中国的馄饨演变过来的。它是蘸着汤，不是蘸着汤，这是分开吃的哦。哎，你不能告诉他怎么吃啊、哦，让他们想办法自己吃。自己吃，这有啥怎么吃的啊？你呀、啊，可以开吃了吗？可以开吃了，你慢用。行，好，女士优先，女士优先，来。哎，怎么了？女士优先，你们要先吃。不行，这没有礼貌。也可以，可以的，谢谢。卡布卡，什么味道？这是
包子。来，不好意思，我需要跟你撤走。不能再继续吃了，兄弟，不可以，是兄弟不？兄弟来，兄弟来，兄弟来，跟他们解释一下，这个抄手是不需要用叉子，是直接用手抓着吃就可以了。可以直接用手。对。这是泰国北方很有特色的一道菜，是东北方，是东北那边，真的是东北连起来就对了。好吧，这边是青木瓜沙拉，配上炸鸡还有糯米饭。老师，你能用刘能的方式吃一次吗？来呀、啊！什么是刘能的方式？啊，你没看过吗？我看过，但是什么叫用刘能的方式吃？你别说没用的，哎呀，别说没用的，我都饿啥样？哎呀，青木瓜。哎，等会儿，哎，我这是给他，让我吃一口啊！来，你俩，那有什么不对的呀？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糯米饭，肯定一个一个吃，端走，把这饭给我拿出来，扣住。其实，在很久之前，泰国人是有用手抓的习惯。但是我们餐厅会给你设立公筷，就让你把东西放在碗里。哎，我对呀，我放在碗里了。对，你是放在碗里，已经差不多了。但是糯米饭是用来蘸这个酱吃的，然后这个酱是用来跟鸡一起吃的，你是不可以混在一起的，然后直接一口吃掉。这个我就不理解了，是不是？你说你这个是蘸这个的，对。啊，这个是蘸米饭吃的，对。吃不都得吃到这儿吗？都得吃到这儿。但是说他到底他不得都得碰上吗？对啊，但是说有一种就是他的顺序去吃，你会感觉到不一样的东西，是吗？啊、哦，其实吃东西有它的顺序，是因为你可以在身体保持最好的状态，品尝最好的味道。嗯。所以沙拉其实是用手吃的。啊。啊。用手吃。只能用右手吃，嗯，那左撇子咋办？也是得用右手吃。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左手不洁，左手不干净，右手是拿来吃饭的，右手是拿来。啊，嗯，那我都用右手吧，我没用过左手吧，那我这菜不吃。为什么会？以前的人嘛，在东南亚或者在印度，他们也是把它弄在碗里面，然后弄搅，然后咖喱就这样直接这样吃，但都是这只手。因为这只手是他们拿来。我很认真的跟你们讲。我也很认真的在思考了。就每个国家每个国家不同的规矩。嗯。你们俩太乐了，我觉得有点。这个可以喝吗？我是拿来洗手。我的天！我让我肚子疼了。先洗手哈，先洗手。这什么呀？从这个表面来看呢，这是一个菜包。菜包，这都不用寻思，这是辣椒吧？辣椒，放一点。很辣呀。还有点花生米。我也有。花生米就不能放了。你吃花生米过敏吗？还是？可能是能放，但是我不喜爱那个。你不喜欢那个味道。基本上差不多了。不用了。哦。辣椒放多了。你的表情怎么回事？辣椒放多了，别说话啊！他肯定这个小米椒，这是。哎，
这道菜，它的每一样东西你必须要吃到，花生必须要放，你是不可以把花生拿掉的啊。吃的接近，你的方法是对的，接近对的，极度接近。那我还建议一下呗，再给他吃一下。很好吃吗？吃一下，我求你了。我再放个这、哦，我也要吃。我再放个这，我是再多吃一个吧。我再放个这，不是，哎，是吗？对对对对，哎啊，这个要放吗？对。哦，别老说不要辣椒了。不是，我没给你整辣椒啊。可以吃了，可以吃了，你会尝到很多就是不同的味道。哎，不用捂嘴，哎。什么感觉？好吃吗？啥意思啊？哎呀，脸红了，真的好辣，舌头都疼了，辣！哎呀，哭了！哎，他这个辣呀，还行，还是行。有这么辣吗？刚我看老师吃了一些，他也没哦，好辣，真的很辣。是啊。你刚不觉得辣吗？很辣哎，比如也辣。对，其实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很辣。他现在在舌头里还在疼。接下来大家就撒开来吃，哎，太好了，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等我将来也找一个外国老婆，一直在国外开一个东北餐厅。哎呦，所以老师这样吃过一轮之后，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哪一道菜？对了。青木瓜沙拉，你觉得这个比较有泰式风情的感觉，而且比较清凉，很适合在热带国家吃。OK。因为我们都是乡村爱情的粉丝，这些导演组都可喜欢看了，都围着就期待看这一幕呢，你就把它当成谢大脚。还有人故意用手机拍的，根本就是私人宣传用的，都已经就不是节目用，就他自己喜欢。你要演一下谢大脚，我不会演。你没事，你就坐在那儿就行了。好，我就演赵四儿。是个泰国菜呗，大点啊！啊，你说这次我给你带到泰国怎么样？感觉好不好？还行呗。老四，哎，怎么样？能哥老实了，就那小辣椒，老四一点都不辣，你信不信？我尝一个，你尝一个，咱俩敢不敢？你还给我买歌？啊，心动决定了。来，我先给你来一个，来，嚼一下，不用给我讲了，我已经吃完了。哎呀，用餐结束，可是表里不一的美食在哪儿呢？别着急啊，道行颇深的宝仪还留了一手呢，让我们饭局上见吧。 Because if you have this award, we can recommend your restaurant to all of the China. So I'll give you this award. Okay, 就是我跟他说，就是得到了这个美食林的认证之后呢，基本上全中国的人都知道，来泰国吃这家餐厅是有品质保证的，它就是好吃。所以美食林认证我盖章了。Thank you.我们的梁小芝、王青和陈瑶也将去寻找属于他们表里不一的美食了，会是什么呢？下载爱奇艺 VR APP， 使用爱奇艺 VR 眼镜小月月观看节目，大剧目带你吃光全宇宙。家里有智能电视的朋友，通过当贝市场下载奇异果 TV 软件，就可以观看吃光全宇宙了。快来加入吃光全宇宙的泡泡圈，爱奇艺泡泡，泡圈泡剧，泡爱到。这可能对于咱们待会儿的任务会有帮助。在哪儿呀？什么呀？我们是一组的。红包！哎呀，哎呀，王小丽老师来就来嘛，带什么礼物？就100呀。你说100人民币还好，给我100泰铢，你那是什么？吃的。我吃你妹呀！这什么？
王小丽老师，你给我带的，你从东北带的山珍美味啊！我的妈呀！你可以去交易换钱啊！哎，我去找食物了，你去不去？去。一起走啊？谁要跟你一起走？我要自己走。王谦和陈瑶带着王小丽老师远道而来的礼物，前往曼谷最有名的水上市场，寻找表里不一的美食。这个船真好玩。这个水里会不会有水怪呀、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它的这个市场，欢迎来到漂浮的市场。这里是泰国最有趣的水上市场，安帕瓦水上市场。来往小贩的船只上装满了食物和饮料，是游客和当地人的天堂啊！哇哦！我又要解决我的吃喝问题，我要解决我的食材问题，我就靠这个。我觉得他们都不会买我的东西吧，他们的东西看得那么好，谁会买我的粉条啊、木耳啊、蘑菇啊？不是我不想打广告啊，不是我不想怎么样啊，这真的不是你从东北带回来的呀，永辉超市双桥店。你在双桥买的，你告诉我呀，我听着多近啊！我卖给游客吧，游客来到泰国买了中国东北的大粉条，也是一不错的体验。你好，是中国游客吗？我碰上祖国的亲人了，来来来来来，你慢一点，慢一点。我们现在在拍摄一个节目，叫《吃光全宇宙》，搜一下。啊，我。王青，快搜！现在搜我，王青，快搜！现在搜。你搜王青。王青是哪个青？青，哥，青，青色的青。对，就是他。我们是一组的，然后我出来来卖东西来挣钱。我希望祖国的亲人能帮助我一下，怎么样？我要去帮助。椰子冰淇淋，我想吃。Hello， 六十。啊，会中文太好了，60。我先尝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不错，也许是表里不一的食物。谢谢。我买到了一个椰子冰，我先来研究一下它是不是表里不一的食物吧。它外面是椰子，它里面应该是椰肉和椰汁才对，对不对？但它里面是冰淇淋，还有糯米饭，谁会想到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勉强算得上是表里不一的食物吧。好好吃哦，这个我也想吃。那边好像有很多吃的，还有肉，这是炸鸡。OK， I want to buy one.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也是膏状的耶。10块钱，好特别啊！这里面装的是豆腐吗？哇，哎，它一层一层的剥开，哎，好吃。还有什么好吃的？好好看呐，蝎子、蜘蛛。如果把这个蜘蛛放在食物上面，王小丽老师他会觉得是一个表里不一的食物，但其实很好吃。我想要一个。How much？ 这是真的吗？
2500，怎么那么贵？How much? I think. 没有。Oh no! 太贵了。虽然 ，Thank you, Thank you. 为了这个，我们去赚钱吧。我的目标是2000块钱。是蛇吗？啊！哦，蟒蛇哎，I am Chinese actress. If I take photo with pig, I can make money. Okay. Really? 我找到赚钱的方法，我要去赚钱。哇，啊！Boy or girl? Boy. How much? 200，可以赚200。啊！救命！不摇了。不摇。我们多一点，好不好？400。400，2000。嗯，可以讲。Really? 2000？ OK。为了2000块钱，我拼了。2000块钱！啊！2000块钱！2000块钱，谁给我钱？啊！别动，他在缠我，会不会把我吃掉？哇！但真的是不咬人的，我觉得。啊！怎么还有一只？哎，拜火了！一群人，我用我们吹过你。哇！来，抽开一次会，嗨。400块。Thank you。400。嗯，400。No。400块。拍了两次，一次200。我要给400。不是我不是来赚钱的吗，哥哥？我没有400块钱，我花光了，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不是，我不是来赚钱的吗？I wanna go there to make money。我是。他们没打工，所以他们干了。我可以赚钱吗？啊，帮你们。OK， 啊，那一个游客多少钱？一个200，400。OK，it's OK。看我的，啊，我要抱着他招揽游客，我刚刚为什么不跟我说 ？Oh my god！ 啊！Do you want to take a photo? No. I'm so cute. I'm beautiful. No. Oh my god. 我现在感觉他缠住我的脚。Do you want to take a photo with him and me? I'm Chinese actress. Okay, together. It's a boy. Okay. Yeah. 200. Yeah.I love you so much. Oh, oh my god. 一个盒子。啊，好可爱，这个我喜欢。这个200块呢？200块。来 ，come here. 哟，咦？啊 ，hello. Do you want to take photo? 哇，他们都不理我。You want to take a photo with me? Yeah! 400, yeah! 600. 断粉条嘞！木耳！断粉条嘞！木耳，蘑菇。
谁买呀？大宝 K， 就我有个任务，我今天，你拿着啊！我的天哪！懂我，因为我这个任务有可能不太好完成，然后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可以吗 ？OK，OK，OK，Thank you。都没问我多少钱吗 ？How much? I can't do. 啊！可以吗？可以吗 ？Thank you,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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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k you. OK， 任务完成。恭喜王青成功赚取1000泰铢，他可以去买他心目中表里不一的食材啦。我来这儿之前，说实话还是查了一点资料，就当时看到那个名字，我觉得哎中了，船区。船长，我想找一个食材叫船区，您知道在哪儿吗？没有什么是我不敢吃的。ตัวใหญ่และมีสารอาหารมากกว่านอนเรือดีกว่าเดี๋ยวจะพาไปดู。是什么呀？ด้วงมะพร้าว。椰树虫。OK， 船长，那你能带我去那个能吃到椰树区的地方吗？OK。No 没有什么是我不敢吃的。你想想，看他在动。Good. Yeah, delicious. Delicious. 啊，说。Oishi. 可他屁股好黑啊，他屁股特别黑，怎么吃啊？是不是屎啊？椰子里。Really? 总在的卡。给没看完，他在嘲笑我。我怎么能让船长嘲笑呢？作为一个冒险家，什么叫冒险？就是去做你不敢做的事，挑战自己。在这一刻，尽情的嘲笑我吧，没关系。我也觉得中途放弃不好。我既然都来了，我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就差这么一拜。如果说这一拜我不拜他，就有点对不起自己了。味道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刺激，没有那么刺激的味道，但是你知道这个口感，因为我拿虫子还活的，我在嘴里的时候它在我舌头上咕噜咕噜咕噜，薄薄的一层膜包着，里边都是汁液，当你咬的时候它在你嘴里噗噗噗，你嘴里都是那种我不知道什么颜色，因为我看不到那种汁液。
在这哦。有人要拍照吗 ？Hello， 还有人要拍照吗？你好，你好，欢迎在这哦。有人要拍照吗？看见谁哦？有人要拍照吗？他又看我，他又看我，别看我！等一下。陈阳，洋洋，洋洋。哎，王青哥哥。你为什么要在扯？在脖子上缠个蛇，没有，这样可以赚钱。王青哥，你得帮我呀，对不对？能，离我远一点。王青哥，你是不敢啊？啊，不是。你看我一个女生，我都敢拿它来赚钱。Hi， do you want to take photo？ 拿着它。咱俩是兄妹，好不好？赶紧的，不行。我拿钱。在金钱面前没有兄妹。来，拿着。No！ 我说 No！ It's okay。No！It's okay。No！It's okay。我是真的不。天天吹牛。No！ 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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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牛逼。不行。他不敢。不行。你看，四海八荒的粉丝都在看着你。加油哦！加油！王静，王静，王静，王静。OK，OK，Stop，OK，OK，I know，OK。Thank you very much。加油！好，王进，您加油！王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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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不要错过啊！这个蛇呢，它不仅有拍照的功能，冬天可以当围脖，夏天可以当披肩，去海滩的时候呢，还可以当游泳圈，很棒的哟。我小妹再坑我，我也不能害她，我一会儿带她去吃好吃的，带她去吃好吃的，好吃的。啊！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我们相约小树林，敢去吗？敢去吗？王青哥，你是不是不敢啊？不是，就这么决定了。谢谢四海八汪说走就走，老司机带你上宇宙的携程旅行冠名播出，谢谢你们。那你敢说一会儿吃的东西是好东西吗？好东西，那么大，我不相信。天哪！餐厅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表里不一，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给年轻人做噱头，就是为了炒作，就是为了宣传，但实际上他这属于挂羊头卖狗肉。感谢爱奇艺 VIP、爱奇艺泡泡、奇异果 TV、爱奇艺电视果、爱奇艺 VR APP、爱奇艺 VR 小月月、新浪微博当贝市场、搜狗搜索、搜狗影视、搜狗浏览器、讯飞输入法、大众点评社区论坛、360娱乐网、QQ 兴趣部落、美拍、豆果美食、小豆面馆、一麻一辣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是时候用吃来解决问题啦！爱奇艺悦享品质。上期提要，你们的主题是不一样的美男子，请寻找表里不一的食物。
上期节目中，刘能首次出走乡村却被抓，刘伟鬼畜变赵四，包姨顶替谢大脚上演美食版《乡村爱情一百》。咱俩是兄妹，好不好？陈瑶、王青兄妹房，相爱相杀。我一会儿带他去吃好吃的，好吃的。说走就走，老司机带你上宇宙的携程旅行冠名播出，谢谢你们。在上期节目中，王青和陈瑶兄妹反目，王青决定给陈瑶一个 surprise。我一会儿带他去吃好吃的，好吃的。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我们相约小树林，敢去吗？敢去吗？就这么决定了。所以小树林里会发生什么呢？你敢说一会儿吃的东西是好东西吗？好东西，真的，真的是好东西。是它长得好看吗？还蛮好看。但我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就刚才我问船长了，它是一个特别珍贵。哎，当地特别珍贵。什么东西？高蛋白，营养价值高，然后当年都吃，因为我真的看了当年都在吃这个，然后它还会配着青木瓜，配着一个叫酸角的东西一起吃，那还行啊。然后今天晚上，但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这个就是表里不一嘛，那找个凉快一点的地方，就这儿吧，在这儿吃啊？对。啊，野生的，这是什么呀？一。我给你介绍，这个就叫椰子区。啊，这你吃了？我吃了。我不相信。我录视频了，来给他回放一下，给他回放一下。天哪！哎呀！慢慢的，慢慢的。啊！掉了。OK， 我们换一个。来。我觉得你从小到大你都干了啥？你找了什么东西？你快告诉我你不幸的童年，我帮你排解，你别找这些东西了行吗？我小的时候啊，家里状况不好，我每天就吃这个。不光吃这个，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富三十六代，到我这一代已经没有什么了。这是我小时候吃过第一块肉，啥也别说了，这块肉也给你。不，我现在从小到大一直吃肉，我特别腻，贼腻，一天七顿全是肉。什么是七顿？我一天只有一顿。对呀，所以我不能抢你的食儿，我怎么能抢食儿呢？这话你咋接这么快呢？你现在脑子咋这好使啊？咱不演了。拿着。No！哥哥，我说 No！ OK， 放开。我是真的，放了。我等你个机会，站翻头位。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系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嘅嘢，我想自己攞翻。
们真吃了。行。啊？行。你比我想象的勇敢多了。那我吃了啊。青哥哥，咱们俩虫子也吃了，然后你也摸了蛇了。对啊。晚上我带你去一个，我不去，不一样的地方，非常浪漫的地方。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不是那个地方，真的不是，就是很美好，非常的童话世界。就是晚上再说吧，晚上再说吧，哥累了，先走了啊。晚上咱们见啊，不见不散。王青已经基本锁定最后的食材。然而频频垮掉的刘维这次带着曾宝仪和王小丽来到了一家十分表里不一的餐厅，他能不能得到曾宝仪和王小丽的认可呢？我是美食林的卧底测试员，好不好吃就看我这张嘴能不能过关了。就在我们的左手边了，来跟我们一起过来看。首先这个 logo 看到没有？哎，啥意思呢？大白菜和避孕套。什么？真的？这是一个餐厅。它不是卖菜，然后又卖情趣用品、成人用品。不是，我想这个餐厅就叫大白菜和避孕套。你进去了你就知道，惊喜无处不在。来，进来看看。Please, yeah, please。你也讲英文了。Yeah, good, good, good。哦，看看目前看起来是挺正常的。哎，等一下，好像不太正常，有没有？哇，哈哈，他这个有点特殊啊。有请，来二位请坐，这里就是最别致的餐厅了。哇，哦，啊。其实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天哪，这个就是个主题餐厅，这就是噱头。但实际上并不是。接下来呢，我要邀请这里的负责人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真正的文化。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负责人，有请。我的被子从拉到哪个到保障多一点。餐厅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表里不一，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给年轻人做噱头，就是为了炒作，就是为了宣传。但实际上它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非常公益的故事。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哦。最早创立这个地方的人呢，是一个卫生部的成员。其实当年他是为了推广避孕套，让年轻人都可以使用避孕套，因为那个时候泰国呢经常会出现一些疾病，特别是 AIDS， 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避孕套的餐厅，让所有人知道哦，原来年轻人在 sex 的时候一定要使用安全套。我听完了他们的背景，来到这个餐厅，我很自豪，我成为了把这个公益的信息传递给下一个人的这样一个责任。哦，所以其实这个餐厅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本来是一个教育功能，它不见得是在让你吃美食，所以东西可能不见得好吃，No, 这里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 ，OK。所以说，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这里非常厉害的菜——避孕套沙拉。所以这一道菜呢，就是这里非常有名的避孕套沙拉。不是这个不是那什么吧？是粉条。你现在看什么都感觉有危险。对，你可以先尝一个。哈！你知道为什么我拿这道菜吗？因为我没有钱，他把卡给你了。那咱今天能吃饱不啊？我得看看资源包有什么呀，看看你给了我什么。不会是个现金吧？这么沉。扇子吗？
这是什么？表演。他表演给我们免单吗？ก็ถ้าแสดง1ชุดก็ให้อาหาร10อย่างครับ如果是表演一样的话可以给一道菜那我表演10样就给我们点10道菜是吗小李老师主要演我来副演哦、oh, oh. 我先来一道哎，这个、两道。小白娘会不会？会。这个菜得重点来。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呀、啊，少的就给老的拜年儿啊。也不论那男男女女，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都把那个新衣服穿呐、啊，哎呀，哎，七道，哇哇哇哇 ，Oh thank you， 哦、oh, oh, ，这是炸鱼，这个鱼很好吃，是哈，嗯，来点这个，还要辣吗？嗯。它放了很多那个炸过的椰丝，这个酱甜甜的，我觉得很好吃。嗯，嗯哼。所以这就是今天你要给王老师吃的。No！今天来到这个餐厅，主要是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异域风情，让王老师感受一下这个餐厅的文化。嗯。但真正晚宴的菜。还没有出场，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你应该要吃我为你准备的菜。那是我为你准备的。我为你准备的菜是有故事。我为你准备的菜是非常的棒的，真的。那我们走着瞧了。好了，晚上见。另一边，为了更好地完成椰树区的加工，王青在万能船长的指引下，来到曼谷闹市中一家特别的泰餐馆。啊。眼前这位戴着机车眼镜的奶奶一辈子都守着这家小店她做的冬阴功汤曾经登上过纽约时报好不好吃全在于这一锅精心熬制的汤底和纯天然的配料萨姆迪卡奶奶你好哦暖不丁重的卡是吗所以奶奶我今天要跟您学做这个冬阴功汤、oh, OK OK OK、oh, Thank you、okay. 所以奶奶我们现在要开始学做这个做这个汤吗现在ค่ะเรากำลังจะทำต้มยำหนอนโปรตีนนะคะโปรตีนสูงนะคะ好啊好啊好啊OK哇！这个虫子它会爆炸，它会爆炸，然后把油炸死。哇！小心我来，我来！小心我来，我来！哇哇哇！哦，这一台哇，好惊险！好香啊！Hello，
因为有老北京炸酱面，我就叫它老曼谷椰子曲炒饭。来啊，各位观众那边请嘞。所以奶奶，我们现在就是等就好了，对不对？等它煮煮煮。哎，我试一下，我们做这个冬阴功的汤啊。OK。Very good. It's amazing. 煮煮煮煮。椰子曲冬阴功汤和高蛋白老曼谷炒饭，我今天就要凭借这两道菜和奶奶对我的信任来赢得这场战争。现在我要去找陈瑶，陈瑶等我。离饭局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想要一雪前耻的刘维决定抓紧最后的时间来到曼谷的火车夜市，再寻找一道菜，增加最后获胜的几率。哇，Thank you so much. Yo, what's up? Chuan Kap. 你好，哥。瓦迪卡。Yo, 瓦迪卡。哎，还有这个啊，那个 green tea。奶茶。啊，好甜的。啊，绿茶。OK, yo, okay. What's up? Yo, what's up? OK, 哎，我打气了，大家。刚炒过大鸡腿。อันนี้เป็นพิธีกรจากจีนครับว้าวเขาจะเป็นงัวด้วยงัวเป็นงัวด้วยงัวงัวแล้วก็แค่เขาจะเป็นงัวด้วยงัวแล้วก็แล้วก็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เจเจว้าวโอเค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เจเจ我们会办一个特别大的晚宴，会有很多明星，会有很多明星。姐姐，出发是打的了，滚，进啊，滚。Oh my god! Oh! Wow! Wow! Superstar! Oh, impossible! 他的热情真的瞬间感染到了我，让我一下子觉得火车夜市这个地方就感觉像是我来过好多遍一样，就感觉他是我经常聊天的一个兄弟，兄弟，兄弟！哇！我要跟你学这个泡杯子，可以吗？可以进去啊！哇！我等外你干。我不会的，我很准的。你来，洗开麦，你咩嘅？林地君，洗单只脚 ，OK， 唱 ，OK。哈，哈，打打。我知道了，我知道，所以这位小哥的冰茶能够助刘维一臂之力吗？此时陈瑶却把王青带到了亚洲最大的 Hello Kitty 主题餐厅，眼前琳琅满目的甜品，还有不仅仅为女生服务的美容美体项目，那确实是小女生的天堂啊。 Yeah, yeah.
咦，这画风好像不太对劲呐、啊！说好的兄妹反目，相爱相杀呢？现在呢，就带你来到我今天其实最想带你来的地方。嗯，这是他们的一个服务项目。快进来，别害怕，别害怕。你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就是呢，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它可以帮助你身体一些非常杂乱的部分变得什么都没有。是哪个地方？你说那个地方是哪个地方？杂乱的地方。就是腿毛。啊，怎么了？哎，好，来了来了。哎，泰国这么热，你这多难受啊！穿一条毛裤。所以说我这是毛裤吗？对对对，我就一条腿吧。对对，就只脱一点点，就是说只是体验一下。疼吗？疼吗？疼吗？不疼，一点都不疼，就是那种泡沫型，一抹就掉了。真的？对。哎，这个要不要系一下安全带呀、啊？王青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哈。这个呢就是一种涂液，就是它可以涂到你的腿毛上，一点儿也不疼。你先感受一下，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啊，痛！啊，疼！绝对一点儿都不会痛，王青哥怎么会疼呢？疼！哇，这是胶水吗？啊！等一下。痛吗？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哥，我要拔了，来拔了。哈！不要说话，不要说。哇！王青哥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你上午那么对我的代价。这个表里不一的美食有什么关系？不一样的美男吗？没有腿毛的美男子？不是，你在寻找的过程中，当中肯定是要有一些乐趣的嘛，对不对？咦，这就结束了？我们的萌妹子今天吃了这么多，她找到最后饭局里表里不一的菜了吗？ Whatever， 最终饭局的时间到了，那到底谁才是不一样的美男子的菜呢？看吃光全宇宙就用爱奇艺电视果，让你把手机里丰富的内容一秒搬到大屏享受，海量电影热剧随心看，爱奇艺 VIP 会员满足你的所有痴心。好，总算我们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了，要把我们最后的杀手锏埋的伏笔要一次端给我们的王老师。好，你觉得我们会给你端上什么样的菜色？就是拿手菜的。拿手菜？你觉得我们都很会做菜？哦，那你真的看得起我们了。我们都是手拿菜。但一定都是有泰国当地特色。对对，而且也扣合这个主题，就是不一样的美男子，为您量身定做。有故事啊，有故事，有真的，真的有、哦、很多的故事。你为什么要用这么悲惨的脸说真的有？啊！呱呱呱！好，所以在上菜之前呢，我们还当然还是要读一下我们的感恩文。祷告，祷告，祷告！感谢四海八荒说走就走，老司机带你上宇宙的携程旅行冠名播主，谢谢金主爸爸。当当当当！你看，哎，这远远看起来还行哎。可不。这。大姐，二哥，您能先坐回来吗？不行，离你得远点。我可以坐，我可以坐，我可以坐，只要生了。我现在王老师请你喝。不是，哎，你先吃喝一口，完了你再吃一口，我马上就动筷。您指定不能骗我啊！对，不能骗。对啊，您说我还小孩，您是我非常尊敬的，拍了那么多剧的一个我的偶像，我的长者，就是您，我吃您肯定吃。哎，来。啊，这个呢，喝一口。你把这个大的玩意儿一起喝去，喝汤算什么？对呀、啊，那上面那一大坨。大姐，你连看都不敢看，我说喝汤算什么？我正在看，我正，所以我知道你喝汤。哎，我不能吃了。
因为他这个他也不是公筷公筷公筷泰国人是有用手抓的习惯，但是我会给你设立公筷，就让你把东西放在碗里，对吧？就没法吃啊，没法吃啊，没法吃。它里边的像蘑菇还有它所有的配料是我找了泰国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小店，那个店的老板是咱们的华裔，是一个华裔的奶奶，那个奶奶哇做菜太厉害了，是她教我手把手做出这个啊，还是你亲自下厨？对，所以我特别想就是因为见到您，我这一天受的苦我也没能理解。我给他个面。哎，对了妈，我给您找一个这。来，你不用找，不用找，不用找。你加了多少饭在上面？我们吃饭的心得就是眼不见心不烦。真的假的？您仔细尝尝那个味道。我真的没骗你吧？还闭起眼睛来品尝？难道真的？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嗯，这个可以哈。哎。我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清我，让我不低头，更精彩的过。你们没吃吧？我们没吃。相当不错。真心话，真心好吃。哦。小姐，要不要试一下？刘哥，你试一下。没有。这个不行，我今天下午已经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是吗？哎，等会儿，还有蘸料啊，你们要试一下。不用。当当当当！哇，还盖着盖儿，都感觉打开也是活物呢。可以打开？不行，还不行啊！然后就要点火了是吧 ？Fire！这是这道菜，这是这只鸡。我先说一下这个菜吧，它重要的是它的打开方式。1、2、3。好。开始这个主题，我就会想到我们的工作嘛，我们是艺人，然后就是很华丽的外表，但是虽然有华丽的外表，但是当我们打开这个的时候，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王老师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是我的意思，他是非常 bling， 说不出来了。bling 不对，这个不是因为他是非常的华丽的外表，就是就像艺人在舞台上他是散发着很多的光芒，但是他下来之后还是要吃剧组的便当嘛。这个环节是挺好了，就是一个华丽的外表里边啊是个盒饭，咱们不忘初心，咱们剧组啊最主要的把戏拍好。然后我们再打开第三层，当当当当，这个食物下面我希望大家可以翻开看一下，有辣椒啊？对，它是有辣椒的。怎么什么都在你这儿有辣的？它是甜的，你放个辣椒，那是怎么会知道是辣的还是甜的呢？说辣了，说辣了。泰国的米很香的，是饭鸟似的，还行，挺好。就吃的味道来说还挺好。王老师，您得看在您只给了我100块钱的份上。王老师给我那包我都卖了，才凑够1000。一会儿看看人家给了一张卡的人出的什么菜吧。哎呀呀呀呀！哎，大姐，宝仪姐每次拿的饭都是最好吃的，对，特别有食欲。不是，宝仪姐每次拿的饭是最感觉贵的，就是看起来好吃，吃起来一定也很好吃。对，表里如一啊，除非是看起来好吃，吃起来难吃。大姐，你这个主题不对啊，对，不符合主题。来，大家先稍安勿躁。好，来了。关于表里不一的食物是这样子的，
这一碗呢其实是一个隔夜菜啊，隔夜菜，隔夜菜，但它之所以是隔夜菜是有理由的，大家可以先吃一吃它的味道。哇，大姐就是大姐，她不告诉你这是什么上，你先吃。先吃。我都是先介绍，你要不吃，你那介不介绍都不会吃。哇，感觉好有食欲啊！哇，哇，这是我这么几期以来吃过最好吃的一顿。哇塞，我们是结盟了吗？怎么这么好吃？好好吃啊！放心，以后跟着你走吧。这是咖喱羊肉，一般来讲很多菜我们吃的是新鲜，但是咖喱尤其是泰国的咖喱隔夜吃是更好吃的，因为你隔夜吃了之后呢它的味道会整个浓缩进肉里面，有的菜你就是需要给它一点时间，就跟王老师不一样的美男子一样，你需要给他一点时间，让别人能够了解他的内涵。好，这菜叫能哥得了，能哥隔夜肉，吃到了一顿非常好的饭，太好了。目前三道菜了。你要说饱了的话，咱们就可以就此结束。哎呦，真诚而不简单的你干啥玩意儿啊？都非常好，这三道非常最好的要来了，是吗？什么叫压轴是吧？对，什么叫压轴？第二唱歌，不唱了，不唱了。火焰虾吗？今天没有火焰虾了，我从此跟火焰的菜无缘。你不要跟我说有火的，后来火锅都不吃了，谢谢。就这样，对，啥也没配，对，就这样一串。其实这道菜呢就来源于大白菜避孕套餐厅，这道菜叫做咖喱软壳蟹。哦，是螃蟹啊。螃蟹大家都觉得是应该硬壳保护自己，但这个蟹是软壳的。它这属于挂羊头卖狗肉。没有，等一下我再给你好好介绍这道菜。在你吃软壳蟹的时候，你以为是螃蟹，你觉得你要吐壳，但是它的壳入嘴即溶，入嘴即溶，入嘴即溶，什么东西都可以入嘴，你就没变心疼。它是得嚼两下，第一眼入口即溶。没有，只能说以前那种就美食节目太单一，我看节目学的。你是学会一套词儿，完了之后变全世界。哎，我肚子好痛。你快点，你们快吃啊，又凉了。王老师，中间有奶酪，哦，还有 cheese 烤的吗？哎，推荐一道菜多不容易。他入口说声入口柔不，入口嚼两下，完了啥呀？嚼两下，哏啾啾，哏啾啾，哏啾啾，啊，哏啾啾是什么意思？就是嚼啥呀，挺哏的那种的，嘎，就那种哏的，就能嚼开的。还没有哏啾啾。我尝尝。铁板儿。蟹棒后边的脆脆脆，中间的柔柔柔，后边中间这中间缝里的哏啾啾。我还有一样东西，因为这个蟹其实是偏辣的，所以我还给大家带来了冰茶。哦，泰国很有名的冰茶，来来来，给大家上上。谢谢，哇，谢谢。哇，这道茶我可以不拿来的，但我今天一定要拿来，是因为什么？因为做茶的这个男生，我觉得他就是泰国的王小利老师。哦，他是一个街头艺人，他在火车夜市里面每天都会围很多人，每一个人去买他茶的时候，他会用最搞笑的语言，最搞笑的方式逗所有人开心。他整个过程里面是非常艰辛的，他除了在跟你搞笑之外，其实他在拿那些板子扔到天上，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我特别想把这个
茶带过来，一个是我特别希望可以让中国的朋友知道，在泰国火车夜市有一个这么有才华的人，因为像小丽老师，包括我们做喜剧，有的时候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但实际上我知道这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一天两天锻炼出来的，也不是今天我拿起杯子我就能扔到天空中就能接住。就像嘉宾王小丽老师一样，从最开始在餐厅，可能在一些小的广场表演，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演绎者，所以我觉得小丽老师走到今天也很不容易。他讲这个故事非常适合这个主题，表里不一，这个其实搞喜剧的就是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可以看他不怎么样一个人，哎呀，他一上台或者一上戏，哇，给你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你看他挺亮丽的，其实你没看他背后付出那艰辛。喜剧大师也好啊，他都是经过最底层的经历，而且呢他有一颗就像那个车轱辘菜一样，他压不死，碾不烂，就是来年开春还是发芽，他有顽强的生命力，他把那些最苦难的东西化作一种动力，变成快乐带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我们同时投吧，三二一，请投票。好，好，谢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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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呱呱。宝仪姐的菜最好吃。你这道菜是我录了这两期最好吃的一道菜，就是很简单。说实话，最好吃。那你没投给我？你看，投给刘维哥了，因为这道菜还有这个茶的故事，就真的能够让我有挺多的体会的。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个节目，告诉别人，不管我们去了哪一个城市，它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珍惜。只要我们留心观看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确带给大家很多美好的，不管是吃的也好，人也好。服务员，把我礼物拿上来！啊，给我们带礼物了！是啊。哇！在哪儿呢？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座的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第二当然就是希望我们吃光全宇宙，能够吃遍全世界。好，然后当外星人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一起上宇宙吃。耶，好。第三个愿望我留给我自己啊。谢谢大家。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在工作的时候过生日了，很久没有这么多人，谢谢。耶！是时候用吃来解决问题了。耶！这就结束了，我们的终极惩罚呢？哎，看在宝仪姐今天生日的面上，这一期的惩罚就免了吧。一样的美男子吃这个行不行？这个特别好吃。不行，再看看吧。不行。像我这样不一样的美男子吃这个行不行？你看这是为我家。不行。来，这个绝对可以的。不行。这个可以吗？行。跟着携程全球购，全球买买买，全球最给力的旅行购物优惠就在这里。我们今天在这个熊本的主题呢，是跟饭碗有关。好，刚开始就要丢饭碗啊？故意的吗？耶，这位是。不能给宝仪姐抢占先机。排队，你怎么逃跑啊？你很会撩妹。好害羞，他居然勾我的手，神经病！要让我们的飞行嘉宾感受一下熊本的好吃的地方。我的能力就是吃货的力量。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相信的人，
感谢爱奇艺 VIP、爱奇艺泡泡、奇异果 TV、爱奇艺电视果、爱奇艺 VR APP、爱奇艺 VR 小月月、新浪微博当代市场、搜狗搜索、搜狗影视、搜狗浏览器、讯飞输入法、大众点评社区论坛、360娱乐网、QQ 兴趣部落、美拍、豆果美食、小豆面馆、一麻一辣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对，我已经有了。爱奇艺，悦享品质。